最终，我证实了自己的判断。你与杜马一样，都是光复社的成员。只是你们的任务不同。杜马是要杀死我，夺回小都会歌舞厅，而你的任务则是寻找假钞模板的下落。是的，我将鞋放在了卧室门口。我以为一双鞋不会引起你的怀疑，谁知道。 简，你早就察觉到我的身份，今晚为何还要到这儿来？哼哼，那是因为他所说的这一切都是故事，为了挽回面子编造出来的故事。我想请问，既然你这么聪明，已经事先察觉到了一切，为什么最后还是落在了我们手中啊？啊？嗯。 我记得刚刚到这里的时候，你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：明明知道有埋伏，为什么还要来？嗯，是啊，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已经不重要了。哦，是吗？那模板重要吗？好了，不要再说废话了，立刻说出模板的下落，否则。 别怪我不客气。哼，刚刚你说过，如果我不说出模板的下落，你便会杀死我，然后自己找到模板，对吗？哼，如果你不相信，可以试一试。我之所以站在这里与你周旋，不过是希望为自己省些力气，当然也为你省些力气。你手下的枪手众多。 更不乏像杜马这样的高手，但是你是不是想过，自己也有会怕的东西？你怕什么？哼，我至少不会怕你。哼，这一点可以肯定。那么，你怕共产党吗？什么意思？我答应过。 会告诉你模板的下落。模板在哪儿？我的手会慢慢的伸到口袋里，拿出一样东西。什么东西？当然与模板有关。相信它对你很重要。 你看看这个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照片上的这个人叫小锦丽，他左手拿的。 便是那块你朝思暮想的假钞模板，右手拿的，就是联络用的花名册。现在，他住在滨海市区的某个地方。只要天亮之前我没有回去，那么共产党的军管会会在半小时之后，便接到一块假钞模板，一份南江路附近的银元黑市和帮会联络的花名册，以及。 光复社的秘密联络点，小都会歌舞厅。怎么样，这个故事好听吗？我说过，你们一定不会后悔的。刚刚我说过了，虽然你们并不怕我，但是你害怕共产党，很怕。你们杀死我不要紧。 但会失去赖以生存的假钞模板，失去南江路附近的地下银元黑市，以及潜伏的手下，当然，更会失去你的秘密联络点小都会歌舞厅。我相信，共产党一定会按图索骥，抓捕你的部下，而后顺藤摸瓜，将你们一个个的挖出来。 可以把照片还给我了吗？
怎么样？现在还想杀死我吗？你是青帮流氓，越狱杀人犯，你认为共产党会相信你吗？当然不会。但我听说，现在共产党正在严厉打击银元黑市和假钞，因此他们虽然不相信我，但对照片上的这些东西会非常感兴趣。其实今天我之所以要来，就是为了要见一见你，听听你们想如何解决我们之间的纠纷。然而答案令我很不满意。好了，我要走了。哎，还可以再谈谈吗？世上没有什么是不能交易的。嗯，记住我的话，越想夺回失去的东西，失去的就越多。因此想谈就要拿出你们的诚意来。那我们要用什么来表示诚意呢？现在涨价，除了小都会歌舞厅归我所有，你们还要拿出南京路上的几个银元黑市来跟我分一分。哦，如果可以，也许假钞买卖也算我一份。这个价钱实在是太高了。如果我处在你们的境地，就不会再讨价还价。幸亏你提早暴露，否则我真的有可能爱上你。社长，追吧。追个屁！废物，一群废物，几十个人对付不了一个，现在想起追了，晚了。社长，那我们应该怎么办？我不管别的，只要杀死姓燕的，夺回模板和小都会歌舞厅。至于怎么办，那是你们的事情。老祖宗，事情不妙了，我们现在是投鼠忌器，恐怕不能再与姓燕的发生正面冲突，否则我们遇到了一个可怕的人呐。真想不到啊，姓燕的竟然知道鸟巢啊，若不是我反应快，早就死在他的枪下了。可惜那几名狙击手都是光复社的精英，就这么完了。1943年啊，在缅甸的加拉苏战役中，我率领12名狙击手在大榕树下狙杀了200多名日军，没想到今天我竟会栽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帮人物手中，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呐！这个燕双鹰到底是什么人呢？他似乎对狙击战术非常熟悉，对狙击手藏身的位置更是了如指掌啊！这件事情从一开始我们就错了，都认为这个姓燕的不过是个青帮流氓，没人把他放在眼里，这才致使事情闹到了这步田地。现在恐怕是难以收场了。他说的很对，只要将模板、花名册和小都会歌舞厅交给共产党，我们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。是啊，你们刚刚都听到了，老头子只要结果，可这谈何容易啊！这么多人将他困入死地，都没能杀得了他，就更不要说我们现在投鼠忌器，又让人抓住了痛处。哎，老总啊，下面该怎么办呢？哼，车到山前必有路，我就不相信这姓燕的有3头6臂。从现在起，大家打起12分精神，只要认真对付，一定有办法。是。把这里收拾妥当，所有人立刻撤离。是。Thank you.
是的，我就是。医生，他受了枪伤，失血过多，马上抢救吧。枪伤？同志，你知道我们这是私人诊所，只能治疗一些普通疾病，你应该赶快到公立医院啊。他伤得很重，再不治恐怕就不行了。医生，求你了，赶快给他治疗吧。医生，给。哎呀，这不是钱的问题。我求你了。医生，求你了。好吧，谢谢。过来帮个忙。行了，谢谢你啊。这里不能吸烟。清平，拿纱布来。清平，别害怕，把纱布给妈妈。你叫清平，几岁了？告诉叔叔啊。八岁。真可爱，是你女儿啊？嗯。好。从进门以后还忘了问你叫什么名字，实在是太失礼了。我叫许丽丽。哦，这间诊所是你开的？嗯。只有你一个人？逆向查户口的。实在是冒昧，你可以不必回答。这个诊所只有我一个人。哦。妈妈，还有我。对，还有你呢。看起来你是妈妈的帮手，对吗？嗯，来帮个忙。哎，抓紧啊。嗯。好了。好，我们可以走了吗？他的麻药劲儿还没有过，最好再观察一下。你是一位非常称职的外科医生。我毕业于滨海医专，在教会医院做过2年见习医生。是这样。不瞒你说，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女人开诊所的。这间诊所是我丈夫开的。哦，怎么没有看到他人啊？他死了。哦，对不起。没什么，解放前夕他给一个重伤的地下党治疗，结果被国民党特务抓走，枪毙在新郊戚家庙。他真是个了不起的人。你贵姓啊？哦，我姓燕，燕双鹰。这个名字杀气腾腾的。从名字里边就能听出杀气来。
我是顺嘴说的，你别见怪啊。哪里，我是觉得很有意思。哎，你好像也受伤了。我没事，让子弹蹭破点皮。我帮你处理一下吧。哦，不用。不消毒会感染的。这么大的伤口还说没事呢。对于我来说，只要体内没有子弹，那就是没事。受伤的女孩子是你什么人啊？是我的朋友。怎么会伤得这么重啊？帮会火拼，我们遭了池鱼之殃。你为什么不送她去大医院，要来我这个小诊所呢？也许是有缘吧。一定是有其他原因，而这个原因是你不能够告诉我的。你是个聪明的女人。好吧，我不问了。看起来你不但很聪明，还很善解人意。对于女人来说，真是难能可贵。这话说的真有意思。为什么女人善解人意就难能可贵？你好像对女人有些偏见啊。来，你先坐下。我这一生中得到过很多女人的帮助，我尊敬她们，但说到善解人意这个词，实在很难用在女人的身上。哦，为什么？大部分女人过于执着，连自己的认知都很难改变，更不会关心旁人的想法。其实啊，你说任性就好了。这样的说法虽然准确，但有些不太好听。女人都会有些小性子，这倒是事实，但也并不是所有女人都这样啊。当然了，总会有例外的。你是个有意思的人。妈妈，我饿了。静平，妈妈跟你说好的，我们的前一天只能够吃一顿饭的，记得吗？嗯。明天中午啊，妈妈给你买好吃的，好不好？怎么能够一天只吃一顿饭？诊所的生意不好吗？物价涨得太快，挣的钱还不够买粮食的，政府给了一些补贴。但还是拮据，一天只够吃一顿饱饭。都是银元黑市和假钞闹的，银元价格一天三涨，物价也随着浮动，再加上新人民币假钞泛滥。哎呀，政府也不容易，一边平抑物价，一边给老百姓补贴。可恨的就是那些黑帮分子，为了利益不择手段，还在这里兴风作浪。哦，我出去一趟。啊，买东西啊？是。现在不收钞票了，只收银元。啊啊！清平，来，看看叔叔给你买什么了啊？来来来。看看，哎，巧克力，清平，不许吃。这是干什么？孩子饿了，来来，吃吃吃。
哎，叔叔给拿一块啊。哎呀，来，你知道现在钞票毛得厉害，诊所生意又差，根本是入不敷出。我好不容易才养成他一天吃一顿饭的习惯，一旦破坏了，今后可怎么办呢？没关系，清平啊，以后有什么事来找叔叔好吗？嗯，哎，叔叔给你吃的你就吃吧。嗯，但是记住啊，只有今天这一次啊。清平拿着到那边吃去啊。哎，好，那边吃去啊。叶先生，你是做什么的呀？我是开歌舞厅的。开歌舞厅？啊，你骗人。我没骗你，真的。不可能，开歌舞厅的我见过，不像你这样，你的气质像军人。我的歌舞厅就在这附近，叫小都会。哦，那家歌舞厅啊，我知道。你真的是……哎呀，啊，这回我可看走眼了。你的判断不算是全错，我以前当过兵。嗨，我说的嘛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进去看看吧。好吧。他怎么样？放心吧，他很好。再过一两个小时，麻药劲儿过去就会行的。好，你们就可以走了。多少钱？你给清平买了那么多吃的，就不收钱了？那怎么行啊，你们母女俩的日子本来就不容易。我带的就这么多了，不知道够不够。我说过不要就肯定不能要，再说你这些钱也太多了。我让你收下你就收下，为了清平你也要受啊。这些钱对我来说不算什么，但对你们母女来说却很重要，至少能让清平多吃几顿饱饭。我说的都是实话，你就别再推辞了。好吧，我收下。这就对了。记住，他醒后不能大动，一切生活都要有专人照顾，否则一旦用力过猛，伤口便会崩裂。还有，如果出现发烧等迹象，就说明伤口感染，要立刻到医院去注射帕尼西林。哦，你出诊了？当然。啊，你看这样好不好？从明天开始你就关闭诊所，我每天出300块钱，请你到我的舞厅出诊，看护我的朋友。300块？是的，300块。你说的是真的？我这个人从不说谎。能带上清平吗？当然可以。好，那一言为定。好。哦，我能用一下你的电话吗？当然可以。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放心吧。告诉九头，要
弟兄们做好准备，我马上回去。好，我马上去告诉他们。九头，九头，九头！哎，怎么了，小姐弟？我哥，我哥！哎呀，大哥怎么了？你快说呀！快说呀！我哥，他回来了。大哥回来了，弟兄们！明天我几点钟到小都会歌舞厅出诊？怎么了？你不会要反悔吧？哦，不是，明天我亲自来接你。不用那么客气，小都会歌舞厅我认识。我想，请你帮我个忙。当然可以啊。给我一张纸好。明天早晨，你打这个电话。如果有人接，你就说你要买老刀牌香烟。对方如果说没有老刀牌，只有哈德门，你就说姐夫托人从重庆带来了腊肉，请他到你的诊所来取。人来后，你就让他到治疗室等我。我明白。回来就好啊，回来就好。哎，弟兄们，大哥回来了。对了，大哥，你走后不久，橘子将九头骗进房间锁了起来，还抢了他的手枪和汽车，逃走了。他并没有逃走。你怎么知道？啊！橘子，哎，你看他怎么了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事儿啊！哎，哥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进去说。让开，让开。走。什么？是于如萍？是的，家中几次被盗都是他和手下干的，目的就是要找到假钞模板。今天在华美浴池，他终于露出了真面目。你对他那么好，他竟然做出这种不要脸的事情。是啊，真想不到啊，于小姐那么温柔谦和的人，竟然会是，哎呀，这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。什么温柔谦和？你们这些男人就知道以貌取人，看人家女的长得好看就贱皮贱脸的，张嘴于小姐，闭嘴于小姐。哼，像她这种歹毒的女人，早晚不得好死。哎，好了，大家各为其主，互相利用，用不着诅咒她啊。哎，到这个时候你还替她说话？什么相互利用？我看是他利用你。哎，碰我干嘛？难道我说的不对吗？少说两句，
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？哎，其实从第一次家中被盗，我就知道是他做的。什么？你早就知道？他的身份对于我来说早就不是什么秘密。还记得炉灰上的鞋底印吗？啊，当然记得了。那就是于如平穿的压花平底布鞋留下的。啊？你可能不知道，当天晚上在他家里，我就已经得到了证实。那你为什么不戳穿他？我是要通过观察他的动向，来判断对方的一举一动，提早做好准备。你还记得昨天从于如平家回来后拍这张照片时你说的话吗？哥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叫一下。你不会笑得开心一点吗？啊，哥，我都不知道你要做什么，怎么开心啊？这张照片关键时刻是要救命的。就会骗人，照片还能救命啊？你行不行？不行我叫橘子来啊。哎，别，我没说不行啊。来，高兴点，大笑。这你还记得吗？是啊，我记得。要是没有这张照片，今天我恐怕就很难回来了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这块模板对于他们来说非常重要，于如平这才三番五次的到家中寻找，我正是利用这一点令对方投鼠忌器，不敢擅动。原来是这样。可是既然你知道于如平是个卧底，你为什么还要去救他呢？啊，自从事情发生以后，对方的袭击一波接一波，这就说明他们对我们的情况非常熟悉，可我们对他们几乎是一无所知。有句话叫做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，我正是利用于如平，利用这次见面的机会摸清对方的情况。果然我见到了光复社的社长陈公鹏，并且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，我的手中掌握着他的命脉假钞模板，只要他敢轻举妄动，我就会将模板交给共产党，这一点是他最害怕的。对呀，这下子姓陈的可是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，看他还敢不敢跟咱们斗。大哥，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安全了？准确的说是暂时安全。太好了太好了，哥你真了不起。你如果没有于如平，我们就无法掌握对方的行动目的，不是吗？所以我刚刚说我们之间是相互利用。这么说啊，我这心里还痛快点。哎，大哥，真想不到橘子竟然舍了命去救你，我还以为他要逃跑呢。为了我哥我也能舍命啊，不信就试试。这有什么可试的？你看人家橘子到了关键时刻人家就真的做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是说我不敢吗？那，哎，我可没那么说啊。小锦弟，你也太痴心了吧？你看，哦，本来小锦弟是要和我一起去，是我让他留下的，否则那张照片可就要露馅了。哥，说实话我也没想到他真的对你这么好，为了你他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。
直将她当作一个风尘女子，从没有把她放在心上，只知道利用她，不停地伤她的心。今天我才明白，我错了。橘子，对不起。我对他更不好，总是和他吵架。哥，从今以后，我再也不和他吵架了。哎，哥，他醒了。橘子，橘子。成风好去。